Hello，大家好。同学，想不想吃柚子？吃柚子别吐痰。你那天不是吃了吗？你在家里不是经常吃吗？对呀、啊，很甜啊。柚子很甜。柚子很甜，那我们多一个吃。我们来看一下黄梅这边的这个仓库，好不好？500万好吃吗？跟你第三个表情。哎呀，好多小朋友，我帮你们分吧，不然你们。我操！你们分不动啊。我楼上也有一包。楼上也有啊。嗯。来。你剥开会不？哦，你会是吧？打掉了。来，可以剥开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不客气。我好好。来，再放给你。我现在都脱牙齿了。嗯。我现在都换牙齿了。这个不会。这个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那个老六。脏脏的，把它扔里面去，不搞它。我不吃，反正我把亮给我。小了。然后他追我，可以吗？先知道我，我还让我儿子玩具，你让他。漂亮啊！现在快过年了，这街上面有很多人。这里有几个是青的，我们剥一个青的来吃一下看怎么样，来试一下看一下这个青青的这个它的肉怎么样。这个皮很绿的，这个好像很脆的意思。嗯，但是甜甜的，很脆。它跟那黄色的那些口感不一样，黄色那些糖分比较高一点，然后这个甜一点的这个，它就比较脆，比较清甜。还吃不吃啊？这里还有黄豆，看一下。想吃一块柚子，这里啊，拿着，拿去吃快点，拿去分了。对。我想这里柚子也剩不多了，我们小黄车里面还是有的啊，需要的自己去下单。来，好，感谢大家收看。